我想不到你也会来这种地方。你这张照片很漂亮啊！谢谢。看你挺开心的，在这唱歌收入很不错吧？当然开心了，我可以靠我的劳动来赚钱。最重要的是，别开心了，哎啊，这样，哎，干女儿，咱俩喝一个，干杯！哎，干杯！跟炼气一样，你看，好，来来，喝，都喝啊！你看这孩子，安然，你看你开心的样子，你现在越来越任性了啊！认这个大金链子做干爹。 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就是啊，安然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觉得那个包工头像是一个好人吗？啊，你怎么想的？你怎么能认他做干爹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相当的冒险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我是冲着他对自己女儿那份爱，他难过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我不觉得他是什么坏人。瞧瞧秀妍，瞧瞧，安然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绝对不如小时候聪明，真的。 小的时候，你教他唱过一首歌，你忘了吗？现在怎么唱来着？啊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不开不开就不开，妈妈没回。大灰狼在外边能开门吗？这就告诉你一个道理，不要相信陌生人。对呀，安然，你知道吗？女孩子多长一个心眼没有坏处的。而且，我是怕你吃亏，怕你跟着他们学坏了。我跟浩然叔叔跟老包都没学坏。 嗯，我跟他们怎么能学坏？哎，这你怎么把我们俩给绕进去了？你啊，这孩子到底怎么说话呢？就是啊，你觉得我跟包大同能跟那个混混相提并论吗？就是。算了算了，只要那个大金链子对我女儿好就算了。哎，我进去拿包，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啊。等我一下，不要乱走。浩然，你知道吗？安然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把我气的，都叫你浩然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跟他？他是个骗子，你可以说他，你怎么可以说我呢？我。 来这种地方，你这张照片很漂亮啊！谢谢。看你挺开心的，在这唱歌收入很不错吧？当然开心了，我可以靠我的劳动来赚钱，最重要的是人家不会赖账。如果你不违反合约的话，人家也找不出理由扣你的钱。 我进去了，唱两首歌，就自我感觉良好了。总比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强吧？我活得心安理得。你看就好了，不要把我的照片拿走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唱了。难怪现在唱片业不景气，都是让你这种人唱垮的。哎。 松平，啊，赶快把他开除，否则你们公司早晚要倒。奶奶，他是正经的歌星，比秀妍强多了。嗯，比秀妍强？他能跟秀妍比吗？啊，秀妍唱歌是发自内心的，他一看就知道敷衍了事。奶奶。 我看可能是我在这儿，所以影响了他。我先出去啊，让他慢慢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先出去了啊。松平，怎么了？喂，你慢慢唱，好好唱，记得要讨奶奶欢心啊。好唱啊，来唱，唱。
我再为你唱一首，你会给我100块吗？你在乎我那100块钱吗？未必吧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勾引我孙子，但是我很确定，你要的不是我这100块钱，你要的是松平口袋里的钱，还以为我是老糊涂呢。哼。我已经越来越糊涂了。江浩然不是孩子的父亲，安秀妍是豆豆的妈妈，安然不是安秀妍的女儿，可是是安秀妍老公在外面生的。我怎么越听越乱了？一点都不乱呀、啊、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，一个是她亲生的，一个不是她亲生的。那江浩然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朋友啊。你们无聊不无聊啊？别人的私事这么好玩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正在讨论肝脏移植的事儿。如果江浩然不是豆豆的爸爸的话，那他的肝脏就不能移植了，那就只剩下豆豆妈妈和姐姐这两个直系亲属了。对呀，他姐姐太小了，恐怕只有他妈妈的肝脏合适了。可是还得化验一下，看看他们俩的肝脏匹配不匹配。那是医生的事，用不着你们关心。其实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是我想的吗？我真的不想解释那么多。你可以叫我走，但是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我真的是很需要那笔钱的，你知不知道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到秦家来打工的原因啊。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，就当这是你接我的好不好？麻烦你收拾行李马上走。松平，现在赶快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你单独把我跟一个痴呆病人放在一起，他刚才差点用杯子砸到我破相，你还问我怎么了？麻烦你说话小心一点，那个人是我奶奶。你明明知道他病得很严重，他会伤到人，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呢？如果你做得够好的话，他怎么会骂你？安秀妍从来不会被奶奶骂。安秀妍有什么好啊？他千好万好，不也是被赶走了吗？也只有他这种人才能应付你奶奶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吐了一床啊，到现在保姆还在收拾呢。松平，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你让我跟你奶奶那样的人独处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。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哄过人，更何况她又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太。松平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什么没有办法了？我不能跟你结婚。松平，我说过了，如果得不到奶奶欢心的话，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。你是不是耍我呀？我低声下气的被你家人呼来喝去的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跟你结婚。你现在说不结了，凭什么？这个世界上只有污水别人，你想甩了我，休想！欢迎光临，先生。啊，
今天那个安秀妍几点开始演唱？好，先生，你也喜欢听安秀妍小姐的歌啊？她以后不会再来了。她从今天开始就不在这里上班了，她已经走了。这什么？她走了？她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不光是她，连泊车的浩然和老包都一起走了。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了。秀妍，哪来的电话？医院。医院怎么了？是不是找到合适的肝脏了？怎么以前我就不知道自己有贫血呢？上次我上医院验我的肝脏，希望我的肝可以给豆豆用，他们说我的肝用不了。你说你每天起早贪黑的，饥一顿饱一顿，能不贫血吗？再说找到合适的肝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秀妍，你不要着急，你要是把肝脏捐了，这一家子上上下下都指着你生计，以后你不能干体力活了啊，我们怎么办？你的不行，那我的行吗？我是豆豆的姐姐，你太小了不行。秀妍，我的试试吧。你那个不行。秀妍，你别说了，你那个更不行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说我们可以等啊，这个找肝脏有捐献的地方啊。那得多少钱啊？据说也就几十万吧。老包，你说的简单，几十万，你拿几十万给我，现在拿几十万给我，快来。不是，我是说只要秀妍的专辑这么一发卖火了，你甭说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，他都能挣得来啊！啊！其实我也不贪心，只需要赚到给豆豆换肝脏的钱就够了。所以啊，秀妍，你就应该更加努力了。来，来，喝个生鸡蛋，哎，这个饱。